杨云的裙子非常漂亮，谢谢，非常好。然后杨威今天非常帅，今天杨洋洋台风好稳，真的，我没有想到他们是让你自己一个人这样走出来的耶。爸爸妈妈先走的那一刻，你在后面有没有紧张？他们紧张？没有紧张，是因为在《爸爸去哪儿》里面有过自己单独完成任务，所以我才会站在那里不怕。哇！答记者问，好感人。刚才是一段参加完《爸爸去哪儿》的心路历程，有没有？因为在《爸爸去哪儿》那里有自己一个人完成任务，所以他可以一个人站在那个黑的地方不怕。对。现在要请那个你们给大家打招呼，是谁先来？爸爸先来还是妈妈先来还是你先来？你先来。你先，好，来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洋洋，大名叫杨文超。你上次来告诉我你是属狼的，你现在还是属狼的吗？现在是属狮子的。原来你原来属狼，现在属狮子，是说明你现在更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打完招呼，现在像你来，你说你要爸爸还是要妈妈来打招呼？你来指定一个。哇，这就在于两个人在心目中。哎呀，妈妈，哎呀，对，妈妈开心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云，我是杨洋洋的妈妈，你们好。欢迎杨云。好，到我们杨威了。大家好，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海涛家做客。我是杨威。杨威，评价一下海涛的妻子杜太太。我喜欢杜太太。那个其实我们杨威来快乐大饼每次都带着逆袭的任务，对吧？因为上次做饭那个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好吧？没有成功是吗？你现在是唱歌。唱歌。有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。啊，你帮爸爸报幕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帮爸爸了？已经帮我们把这个节目说了，稍微调点气氛，全被你给抖出来了。所以上一次我想问一下，在节目里面是在花莲，对不对？在花莲唱歌，然后呢海边，然后当时你歌声出来之后，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他在唱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不一样。你自己如何评价你自己的唱功？体操队里面你算是唱得好的吗？体操界，体操队里面不夸张的讲应该是数一，数一或者数二。真的？那如果偶尔掉到二，是谁超过了你？有可能是因为你发挥不好的话，谁有可能？那是合唱的时候。合唱、就是他跟所有的体操队另外的成员比。对。那接下来我们，我真的觉得我唱的还是。我们来听一下吧。我们就这一哆嗦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杨云现在表情很严肃，说：“你加油啊！”杨洋洋，爸爸马上要唱歌了，你觉得爸爸唱歌怎么样？不要加油。不要加油。爸爸唱的不好。不是爸爸怎么唱的不好，你说一下，你觉得好不好听？不好听。现在走的都是欣赏水平不高。各位，杨威在快乐大本营的唱功逆袭，千言万语，掌声欢迎。说来就来的，加油！话音刚落，无缝连接。从哪进来的？这可是代表你们体操队啊！别那么丢脸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好样的，忧愁的环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太高了，会跟着爱的寂寞，那天起你对我说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
风浮云飘过掠过。你这有点质疑我们家的音响设备了。你儿子把裤管放下，他说好冷的。他一直在搓这个裤管。杨洋洋给这首歌真的，这首歌其实你有难度，因为它是女生的调，所以你要唱就太高了，对吧？唱别的歌真的比这首歌唱低八度呢。你比如说唱什么歌？你清唱一句。北京北京唱。好，你清唱一句来北京北京。就是这么有难度的。又搞了一首难的。真的是不服输哎。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。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会哭泣，除了发动机的，这没法唱。好不容易进入了状态，就以你这个状况，你肯定飙死了都要爱，肯定特棒。别再毁了。他听出来了。他其实今天我觉得他是做好逆袭的准备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他能唱，但是他做好了吗？做好了什么准备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主要是。他歌唱是没有问题，他除了调跟节奏稍微有点问题。调节奏不是歌，只有调跟节奏两件事。那杨洋给爸爸打个分，爸爸唱歌你可以打几分？100分的话你打几分？0分。这么惨吗？没有点精神鼓励？杨洋，你要不要给爸爸留点面子？你比所有的评委都严格哎，觉得我的唱功在你这全毁了，是几十年的唱功。我一想到后面有他站在后面，我是觉得你们体操队的人一直把你排在第一名，他们是真爱你。你们是对一种地位的一种。慢慢听，我唱的真的还可以，真的。还坚持？哎，我们给大家秀一下好不好？啊，秀一下。我们来，我们放闪闪。哎，你不会告诉我你还要藏住吧？因为你看的时候好明显啊。这个这首歌歌词不太熟，总共只有8句话。哎，唱歌本来就不是我们杨威的强项嘛，但是已经唱得不错了。那杨洋洋在爸爸去哪？是我强项，哎，是你强项，对。哦，是你的强，太别说了。现在体操队已经打电话投诉到我们台的总编室了。好，那杨洋洋在《爸爸去哪儿》有非常可爱的表现。那其实最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他很可爱的表情。我们下面来看看杨洋洋的招牌表情，来，请看。这是你吗？好呀，太搞笑了。那你觉得你搞笑还是你怎么样呢？你好像唐老鸭。所以你是在模仿唐老？不像，你是在模仿唐老鸭吗？是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主持人也想学你的表情，等一下你要选谁最像你，好不好？你先要看谁学你，你来评选。我先来是不是？老师先来。别搞我！我压轴。好。超像。谢谢。超像。那我们还需要做。爱你啊！看看他们，他们可能也超像。那可以再放一下刚刚那个图片，我模仿一下你好不好？好。嘉哥有点为难，这个不是他的那个领域。像不像？一点都不像。好，下一个了。别搞我。好像啊，超像。杨洋洋，你爸爸来一个，你爸爸来一个，你爸爸来一个，你要爸爸来一个，爸爸来一个，来，预备。超像，超像。爸爸赢了呀，爸爸赢了。我看到这张照片，我觉得现在他应该撅不出那么撅的嘴了。真的呀？对，可以吗？你现在还行吗？你接一个。别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看，回头看这张照片，真的很惊讶，是不是？很生气的那种撅，现在我看不到了。可是他为什么那时候会那么生气啊？其实小朋友不是在玩吗？他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有很多的这种生气的点和哭的点，基本上都不是因为做不了任务完成不了，或者是这个太难了，全是因为受到委屈啊，完了之后觉得别人犯规，觉得超出了他的规则理解，所以他有一个框框，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小朋友，他要有他的规矩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没有因为说没完成任务，然后完成的太困难了，我们没有过。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杨洋洋在《爸爸去哪儿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很有趣的这个解读跟句子，是。然后呢，他常常也会一直在嘴里碎碎念一些。